今天国公又失亲，那他要是怀了龙四的话，有什么好羡慕的？还不是让婉婉去那脸上的明黄，他一个赘肉，我年前的老李这坏了身子，这辈子都不想生。不想烈焰获罪，就乖乖来肯定庙见本王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哎，委屈了。那你猜猜，朕当年在你等三个月都没悔婚的消息，你觉得朕？ 委屈不委屈？爷，这是不是时间？不是那样的。区区一个宫婢而已，朕有何舍得？那昨晚皇上为何放着我不入这儿，反而让他侍寝？是，朕怕你朕忠心旁人。 传朕口谕，今晚临幸，招迎殿。爷，你偏爱萧殿，竟要如此羞辱我。